见小欢吗？走路静悄悄。呀，你们来了，快看快看，看看我这两天我在学习什么呢？看这个，我新学的，叫做手指小歌谣。大家好，我是沈阳宝宝商家明。哎呦，最近我的功课很沉重呀，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套手指操，天天让我学。作为一个对宝宝学习有着高标准的妈妈，倩倩每天的档期可都是排得满满的。这两天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给宝宝教手指操来培养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来念歌谣，儿子，来跟着妈妈学啊，看着妈妈，宝宝看着妈妈啊。月亮挂树梢，宝宝睡觉觉，梦见小花猫，走路静悄悄，你好开心呢，是不是？妈妈，我不想学手指操了，我要睡觉，要喝奶，我要玩，我要你们给我减负，减负。给宝宝喂糖玩的日子又到了，沈阳爸爸亲自给儿子穿袜子。人常说父爱如山，沈阳爸爸的手法虽然有点笨拙，但表现也是很积极的。我先下啊，去吧。这边倩倩心急如焚等着老公排队拿号，那边我们的小商却一如既往的淡定晃晃悠悠走过来了。你排队排哪儿去了？上车里了。我说老爸，要知道老妈生气，事情可就闹大了。还好你聪明伶俐，态度好，我以后可要好好向你学习呀。呵呵，瞧瞧小沙，这次因为有老婆倩倩的出马，表现得既淡定又从容，还真是颇有大将风度啊。十二，你上次啊，哪个都没给我干净的。这什么都没给登记，然后也没登。是哪号的呀？没吃啥号。这儿。那马上走。我好像听着你儿子哭了，你看看。还得过来培训。明天下午你得来听课了。明天下午，他说明天下午，明天有个课，魏一博让你听。啊，他说关于小孩添加辅食的课。是吧？啊。两个月吃糖丸，孩子几点吃奶？七点。七点多吃奶时间够了，就空出一个点儿。那你也准备带小两个钢勺吗？那你知道吗？上超市里买，还有专门买的，3块钱一个啊。三块钱一个啊，就3块钱一个。3块钱一个。3块钱一个，不用买贵的说啊，你就一大一小。俩钢勺，有买最便宜。沈阳老爸给宝宝喂糖丸，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过这回沈阳妈妈交代的够清楚了吧？希望别再出差错。商家名。
明，你可好，这个糖丸又甜又好吃，我们哥俩可惨了，这里的阿姨拿着针管朝我们走过来了。哎呦喂，真是烦人，那么多小朋友都在哭，听着我的心里就烦，但是我要做个小小男子汉，绝不会让你们小瞧我的。瞧我多淡定，你针管举得再高我也不会动，不管吃药还是打针，睡觉才是硬道理。我说王浩成，有那么疼吗？你哭得如此震撼，让我的小心脏都快有点受不了了，你就瞧瞧我的表现吧。这个叫什么名字？王浩明。这段时间也没有哭？没有。开心啊，打疫苗好开心吗？叫什么名字？王浩明。一样的，看着我的手，你的方向是这样抓，对，轻点啊，要抓住啊。那你要管住他的手啊。本来我没想着要哭的，可是真的扎进去好深哦。哥哥真是没思想，居然呼呼大睡了。我正在做一次人生的深度思考，关于疼痛与眼泪的关系。这边深圳宝宝的疫苗打完了，那边沈阳爸爸的勺子不知道买回来了没有啊？这时间也不短了吧，该回来了吧。小钢勺，那都是爹，还不知道抽到什么时候。这多少钱？24块。还有小点什么？小孩这个是吗？嗯。这多少钱？他俩24块。麻不该有吗？一大一小两个钢勺，吃糖丸用的。沈阳老爸这一次可算是大功告成啊，虽然没能按照媳妇儿的交代3块一个买到小勺子，但总算是顺利买回啊。看来这次我们的沈阳爸爸任务又不过关，勺子没洗干净，还得用开水烫烫消个毒。甜的，好好吃，美味。
那没事我就上班去了啊。行，这边还有点事儿。没事，不得干点儿子告诉别人。拜拜，没事，拜拜，再见。跟爸爸再见。再见。儿子跟爸爸再见，你说爸爸再见，早点回来。常言说好事多磨，沈阳老爸今天虽然一波三折，但总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顺利完成了给宝宝喂糖丸这一光荣使命。而此刻石月美还在给宝宝看苗医的路上。现在去杭沙问一下医生，他痛得比较厉害，问一下看有没有事，放心一下，不然不知道是什么就急就放不下来。湘西苗家人世代看苗医，古老的苗医绵延千年，传承至今。今天他们要去找的这位苗医，也是当年给宝宝的爸爸杨正志看过病的。你看一下他脸，有没有那种？看一下皮肤，外科看一下。扒一扒眉。不哭了啊！没有，好，宝宝。睡得好的。睡得好，外公。是。宝宝就是吐得太厉害，要不要吃什么药？啊，这么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走啊，好了啊。下来了，大上不累。去医院去看一下。离开苗医后，湘西妈妈为了给自己吃颗定心丸，决定到卫生站再问问，来个双保险。比较厉害又有什么问题吗？一般没有什么事，小孩子嘛，他那个喷门括约肌还没有发育好。没有发育好，他会吐奶。等他长大了就好。大一点。现在就是看那个节目，我们宝宝是最小，感觉是最小的一个，是快三个月的小孩是体重是差不多是多少？5公斤左右吧。5公斤啊。5公斤，15块。那身高呢？大概60多公分吧，60公分左右。那你这里有没有东西量？有秤称。哦，秤也可以。哎呦，贼好。哎，哭了，哎呦，80，好。好了防止那个少吐，要不要喝点药？不要药，长大就可以。吃完奶了以后，不要动它，就是说少动它，给它推下背去。拍背了。虽然石原美带着宝宝去看了苗医，又去了卫生站，但对于吐奶这个问题，她依然无法安心。宝宝经常吐奶呀，这个一般是发生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那么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比较严重。随着这孩子的长大哈，那么一般7个月左右就逐渐好转，甚至就消失了。那么一旦吐奶了，怎么处理呢？建议呢，妈妈呢，每次喂奶的时间呢，也适当的控制一下，一般就是在7到10分钟。宝宝吃完奶之后呢，妈妈把宝宝轻轻地抱起来，拍拍后背，然后让他把嗝打出来，这样呢，再给宝宝放到右侧卧位的姿势，放到床上。那么这样呢，基本宝宝这个吐奶就会有所减少。